五哩，即第五哩，即第五哩，来三百上面一个智力的龟下巴，最后搁一个三百块有无？最后一个，再搁送哩，再搁哩，来三百块后壁一个三百块，报地去。一身体起来啦！最后一个三百上面一个，最后这个三百有哪物来无？龟鱼的下巴，好好收起来。来啊，迄、那个，搁来迄、那个雷，哎，黑金我先卖，黑金卖卖换雷棒啊。来，稳来写吼，稳来写人，无发药啊哟，无发药啊。想要食，我来讲，你会当去帮罗查含一包一模，因为250块，你随即马随去查看有效啥无？好，来，啊，一包来250块，无发药啊，这两包等于就是500几块嘛，518块嘛。啊，我讲真嘞，我来甲你发500，俗18块，伊即卖经济只卖俗18块嘛是俗的。啊，我来讲，我唔来俗你18块，我一包阁送互你食。全部三个加钱了，开500了，来500块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没有了，500块，这黑人大货拢无进庙啊，吼，这拢袂好笑，来500，最后一个上面一个500块，来收起来了，来啊，过来，你要吃啥物？啊，这你剩的剩的迄个啊，柠檬啊，起起，真的哦，来开开下手头，香水好像无啊，等我袂了，啥物？刚要点啥无？啊，拄仔迄支是原味的，这支是柠檬的吼，同款，唔免300，唔免500，200就好，200块。柠檬的枝条，这拢无贵的哦，拢无贵的哦，一支、两支、三支哦、四支哦、你五支、六支哦、七支、八支哦、九支、十支哦，200块就好，鸡腿200就好。一支、两支、三支、四、五支、六支、七支，来一个麦克斯哥，十支200，一个200的啊。好，我知啊。是啊，你搁几个？金龙三十来五六来千八来九十200块了啊！这你三百要跌做伙吗？好来金龙三十五来五来六七来八来九十来落去无？来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最后一个100到后尾来拢无啊！谢谢，感谢大哥啊！够用啊！我阿问你年前好买一个吼，大家拢买着，谢谢啊大哥，感谢你支持吼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好，谢谢啊，来。来，迄、那个阿姐，恁听我讲话先吼。来，阿阿祖，阿芳，阿芳，佫走一队啊。姐啊，你个单拢。来，姐单拢有啊。来，姐，这个我冇变，三箱做一间冇变，我要一箱。来，恁听我讲话啊。来，我来发一个好物件互恁食哈。来，我都袂过来分去哦。吼，来，恁敢有想要食这個？这叫沙蟹，沙蟹啊。这等于你个剁对半，自己做咸做蒜头辣椒拌拌炒菜，一家你调嘴，吼、哦，干来甜，干来好食，安尼尔吼，无啥物好介绍。来想要食，我来讲，唔免500，即你只要伫外口你卖这個，你去也卖这個用好煮好个啦，唔免餐厅啊，你唔免惊啊餐厅，你伫路边你煮个迄个拢送你个这個。想要食卖500，300好啊，我你送一个300块。来300上面食沙蟹，自己剁对半做咸做，食嘞真正干来甜，真干来好食尔，300块咯。来300到后尾食沙蟹啊，300块。300有人要吃沙琪啊，300就好，300块。300到要吃沙琪啊，300块就好。阿祖，你存车啊？嘿，存车尔。来来来，我来讲啊，莫搁啰嗦啊。今仔吼，阿无人，咱加量莫加价啦。一句话，大家欢欢喜喜安尼就好啊，才够恁啦。这对你客家同个啦，之前做兼做食车个。来啊，下就好啊，下就好。全部车啦，五个平钱就好啊，300上面吃300块。来，落去，等下，等下，你是真正存这箱？存车尔，存个啊。恁娘食食好爽啊，食食好爽啊！感谢恁支持了，感谢啊，感谢来啊！今仔日真正咱加到遮济啊，来啦！普通时啊绝对无安尼，后礼拜无可能过遮济哦，你哦，来总计300块了，来最后一个300好无？300个要食沙琪啊，之前做兼做尔，300块了，300块，沙蟹，300个要来无？300块，来边啊！谢谢。最后一个300上面也无哦，最后一个300块上面只，好，几块有，几块我来呗，存一块尔。最后这个300上面这拢无啊，是啊，你啊第一个给钱的账，两包你都好，加加当然无啊，存少分尔，200块。美女几块啊？300敢会收济？含肉率80%的几块拢无啊，我家己叫工厂做一包鸡啊，我两包500，300，100块哩，100块哩，300块没有了。你也是啊，看是啊，倒去无？来，来啊！你我恁听我讲话哦，来，是啊，你下骹敢有啥物话？讲话卖讲到别种啊。来，你讲完，甲客客去做顶下。好，牛肉等下，牛肉即摆毋是时阵。即包叫包肉讲完，有人买过无？煮汤、煮面、煮火锅，想要食卖300、卖500、卖100，先加钱先赢30块钱啊！无找钱的，无找钱，你莫加钱啊！我要30块无找的，一个半头前30块。加过30块，无找的啊，30块。
拄啊好啦，三十块，刚刚好啦，三十块就好啊。一个头前，三十块就好。三十块就好啊，三十块就好。五个。好，你要留啊。三十块拢有啊，吼。一个你几个？五个。我一个。六个哦，三十块够买些无？啥物物件？你抢了了啊！做啥抢了了？感觉有无啊？无，阿爸也无啊？无。三十块几个？我是你啊，这包卖七个哦。了伤济，七个啊，七个，人讲爱甘酸尔，吼，来，恁听我讲，恁要食啥爱讲哦，爱讲啊，有要点菜无？敢有要点菜？讲完了，讲完过来，啊要啥？牛腩剩两包一条，你叫两包一条钱哦，另外一个要一个要十包啊，吼，这免介绍，来攞去吧。来讲完之个，啊好，去吧。好啦，攞去吧。三包，是啊，讲完看头前，叫人讲完未了了吼，讲完，够要爱无？两包来是啊，来，我说后边一个两包，吼，我把你处理好啊。讲完够要爱无？无啊。两百块够要吃无？一包呀，一包，最后一包上面。谢谢。大哥，哎，拢啊，这衣服拢啊，帮我找好一个吼，迄个五百，那是买几包？是啊，啊，你有啥物会当钱可以爱无？啊无披萨甲青青的无，莫搁伫遐订啦，即嘛甲青青的落啊，青青的即别地着，要订啥？来，啊即你听我讲话吼，快要病落啊，个人要食铁板牛肉，即牛肉当个炒菜，牛肉干来弄个吼，炒蒜头、炒肠啊、炒辣椒、炒饭、炒面，全部弄下，安那炒安那牛肉安那弄啊吼，即一包我葱爆牛肉，一包鸡啊，我两包五包，卖五包卖四包，三包上面食三百块落，来三包上面食葱爆迄个铁板牛肉三百块落，好啦。三百够，要食牛排的三百块。三百够，要食牛排的三百了。三百块够，要食牛排的三百块。来收钱。帅哥，你讲我买个什么无？啊？你讲我买个什么？我来客户啊。自取啊。哎呀，我给你拿一袋，我客户，我你看好啊。哦。三百上面吃啊？你今日来给我买三百吼，我再搁送你，再搁送你。两个人去搞买就好啊！恁敢有得炒牛肉炒一盘七十五无？你去看这一锅啊！你甲炒的，你看牛肉偌济啊！我也卖搁啰嗦啊！感情支持啊！啊，你搁落来啊！开三百落啊，一句话尔啦，三百块落，两块了，三百落了。最后一个三百块好无？最后一个三百块，敢会当三百？那个是炒菜的肉丝嘿。对，无唔对，炒菜的肉丝牛肉，嘿，这袂有够济济啊，袂歹算的啊，嘿，袂算破万包呀，这免搁介绍，三百有要来无？拢有啊，来啊！这里面几分啊？要两分。啊，一份好了，一份。来者，多少？三百。三百。他说你个鸡啊？来，谢谢。哦，来，恁听我讲话吼。来，恁有要食毛肚，要食啥物的无？来，他说你个遐鲍鱼哦，鲍鱼，伊个只搞兴起，兴起我就做了。来。你帮我把这个摆摆位，我无想变成这。来，我顺顺了好，我顺顺了，我今日顺顺了来着。来，你来摆位。来，这边啊，跟我别搞一只个箱啊。来，阿哥来，你要吃什么？来，鸡米我甲客个，鸡米我骰子鸡吧，骰子鸡啦吼，骰子鸡也客个。来，阿叔，你讲啥物？你讲要食干贝，要食鲑鱼，鲑鱼去套一箱啊，好无？过来买一箱啊，鲑鱼咱甲买一箱啊，人家欢喜些啊。哦，阿爸伊甲买一箱，你平常啥物货要注意些？帮我拾一下，是后壁无货的，帮我倒处理一下。哦，来，个人要食鲑鱼无？鲑鱼要食，免一千，免八百，五百，有人要食无？鲑鱼五百块。来，边坐啊！公斤的啊，这三块也卖五百嘛，正俗啊呢。嘿啊，足俗的啊呢。鲑鱼啊，即卖贵到安尼呢，吼，这两块搁送你好无？来啦，两个搞袂落啊，开五百赚的啊，啊无安尼啦，这两块，啊搁送你啦，加加当个啦，五百啦，报地价啦，报地价啦，我两个三个啊，报地啊，报地加加啦，好钱，哎呀，分落哟，来，即个扛起来收起来，卖搁报应啊，你报应啥物？我三个啊，收起来，报应人来啊，你唔好啊，来，客好啊啦，你要客袂富啊，三啊四啊五啊，嘿啊，来。来五百，上面是啊，鲑鱼啊，五百块三块啊，四块啊，拢交啊，五块啊，五百够买来无？有啊呀！大家谁啊？金龙三十五啊，两个人加你小家订个两百了，两个尔，两百块，你都真正吃袂完嘞，买两百，你要煎要煮汤要。大家谁啊？最后一个两百，好啊。
哎呀，安尼懵白懵白啦吼，来，两家先啊准备起来啊，迄、那个白的哦，是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大哥嘛吼，两家对者，这个大哥，哎好，你就等下若有就给一家过，给一家过，伊总共要两家，骰子机球，骰子机球就加袂出几块安尼啦吼，啊大，大。这么多回还有写情书而已啊！啊，靠腰！我想讲你这么多回还有情书嘞，靠腰啊！我大啊！惊一下，我想讲还有，我想讲这查某还写，你还讲，这骰子机啊，这两个季节了，这哪几块啊？这是圆，这哪一粒啊？这骰子机只用几多钱？这一包只用几啊？个两包五包，卖五包卖四包都唔免啊，两百块块，两百块骰子机。啊啊，我起来，两百块要食骰子机球哦。这之前无咩无讲，啊，这香菇好食。啊，成交。两百块，两百块可以，两百块可以。哦，骰子气球，来两百块要食。我还讲我存只四包，你无要你买一包当个纪念品啦，家己试食看卖好食。过年啊来买一百咯，来一百块，骰子气球一百块试食看卖一百块好啊。来，收起来。来，啊，过来要食啥？柠檬刺小腿，刚好要食柠檬的刺小腿。这柠檬的刺小腿，青的来啊。这柠檬刺小腿，这内底鸡翅啦，不要去鸡翅，这熟的啊。这全熟的，这烘到烧了啊，这拢爱高温杀菌啊。这一包烘到山的鱼啊五吼，迄个刺小腿，鸡翅啊，别去鸡腿，鱼啊五加鸡啊五啊多，赶快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两百上面只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啊，来，小雪无哦，迄咪小雪哦，你要一包呀，一包了，迄两箱拢咪小雪鱼吗？你有确定吗？啊，恁家鸡鸡啊，刚好要食迄个什么呀？迄叫啥？台式盐酥鸡无？我的招牌无？有要食无？台式盐酥鸡也无价钱的啊。这你是干咩？这我招牌，你来当宝贝。来，就来当宝贝。台式盐酥鸡。